焦点回到台湾，来看到2022新北欢乐耶诞城巨星耶诞演唱会的第二天，依旧吸引不少歌迷前来。现场巨星卡斯坚强，有铁肺歌后戴爱玲、人气男团伍坚晴，以及好久不见的金曲歌后蔡健雅压轴献唱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主持点灯仪式，并且跟伍坚晴的歌手麦萌摆出三个时下最流行的拍照 pose， 引来现场笑声不断。不再找浮夸，勇敢青春，想不想听见那个回响，你给的深刻。铁肺歌后戴爱玲一袭鲜红礼服现身新北欢乐耶诞城，巨星耶诞演唱会来到第二天，即便天气很冷，现场民众的热情依旧不减。伍坚晴劲歌热舞，全场嗨到最高点。表演中场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到舞台上，一起点灯。新北欢乐耶诞城，当年如板如水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不好？记得哦，明年要来哦。好。我们现在已经达到580万人。演唱会上，众星云集，还有这位好久不见的金曲歌后压轴演出。掀开被窝，终于可以出走。放松就起来，美就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，忙活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。蔡健雅纯净穿透力十足的歌声唱进现场每一位观众的心里，用扣人心弦的歌声陪伴大家提前欢度耶诞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